干什么呀你？睡觉。也能吃掉，你他妈饿死鬼投胎，看见没有？注意卫生，生冷勿近，懂不懂？Thank you.
Thank you.
开车子是不是？哎，怎么样？那你懂不懂规矩？懂规矩的。那别，子山是爷开，子弟是爷管，你要是在我的地段上混饭吃，你就得听我的话，守我的规矩。守规矩就守规矩好了。好，哎，我一句，你们大家都听着啊，他也算是我们的小兄弟了啊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呢，大家要招呼招呼他。好，小狗子。哎。规矩你教吧他，啊，你带着他，懂吗？啊？ 牛，哎呀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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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今天进展不错吧？拿来。你干什么？怎么规矩你又不懂了？干嘛？你给小老大吧，这是规矩。怎么我挣点钱，我都没有给他？你这人！打死你这个小偷！ 未来的主人翁，我们要爱护儿童，我们要尊重儿童，我们要给儿童们糖果吃，我们要给儿童们服用维他命、蛋白质、钙质、铁质、蛋白质这一类的食物吃，还有我们要给儿童们水果吃，因为这个水果啊。 是富有盐分的，对于儿童们的身体是很有益处的。还有，我们大家应该注意到，
要给儿童们温暖舒适的衣服穿，不要使他们挨冷受冻，要使他们保持清洁美观好看。更要紧的，我们还要给他们书读，要启发他们的知识，培养他们的兴趣，使他们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公民。此外，我们要大家记得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今天是你们的节日，你们应该高兴，应该走到看见快乐的队伍里去。妈的，小扒手，送你到局子里面去！操你大爷，眼睛瞎了吧？哎，朋友，哎，朋友，东西没丢算了啊。哎，你要怎么样？嘿嘿，算了算了，小老弟。嘿嘿，哎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哎，肚子饿了吧？哎，到我那儿吃饭去。好，哎，吃饭。Thank you.
套魔术，跑两下，给这个小兄弟看看。有事有事。穿暖了，你还不想干？我的东西给冲掉了，什么东西啊？一张药方，一点钱，还一张大，都是有用处的。家里的病人还在等着，你看这可糟糕不糟糕呢？老爸，这是你的吗？谢谢你，真是谢谢你，小姐姐。拿点钱买糖吃去。三零三爷，我看你还多好人不？
刚才找的，哎，这小孩是哪一家的？干什么？刚刚我们这找了几单料子，不要搞好吧？去，阿姨在叫你。 Thank you.
朋友，一个小扒手刚跑来，你看见没有？没看见。我看他是向咱们跑来了吗？不是没看见吗？孩子了，有要小孩子的不？卖孩子了，我们实在养活不了这些小孩子了，只要您太太领了去，让他们有一碗饭吃就行了。这些孩子不合适。这孩子不对不对呀、啊，他是没有大人的呀、啊。哦，哎，小孩，你们家大人呢？没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出卖呢？肚子饿，要吃饭。吃饭？那容易啊，你干嘛要出卖呢？跟我走，不过可要听大人的话。真的。以后不要叫三毛了，叫汤姆。汤，汤，我不要。
要听大人的话。我，哎，大领，这样才对呀、啊。好，吃点点心吧。天哪！哎，用叉子，用叉子。哦，要这样。吴小姐，这个礼拜六我想为这孩子请一次客，开个 party， 请你多教教他，让他多懂点礼。完全一样，你看看，就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头倒出来的嘛。
哥。看这个。少爷没有，吴小姐正要我找他呢，赶快找，下边就是小少爷的节目了。是。
你小兵家都给我赶跑了。你们这批混蛋，你们这批废料，怎么会让这么多的小兵咱跑进来呢？是啊，不是我们，是小少爷。小少爷怎么了？哎，是我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我叫他们进来的。怎么样？地下室轰走了，好点了，好点了，大姐，哥好了，谢谢上帝，还嗯呢，这都是你做的好事。你说什么？这都是你那个宝贝儿子瘪三儿子惹出来的事。什么什么？你看不到领这个儿子？你说我是瘪三？你才是瘪三，你是大瘪三老混蛋。哼，是糖葫芦夜壶，我是三毛。你又不听大人的话了。我听你这个毛妹的话，呸！你们把这个小妹三的衣服给我扒下来。